性体啦，本性的体啦，迄体相。本性的啥？体。体相。的体相。性体啦。啊，就甲你讲，恶字本不生啊，要有个自然的体性。嗯，恶语本不生，要怎讲？因为有恶语通好讲，所以弥陀佛对落去。啊，恶语若无通好讲，都参恶语都袂使咧讲。阿南弥陀佛，唔是桌顶有物件，咱摕起来就吃哦。唔是弥来陀佛，哦，较早讲话真歹听哦。啊，弥来陀佛，真唔是哦。恶字本不生，阿恁逐工唔干，拢干那咧食饭呢呀？无咧追求恶字本不生，啊！食饭有生也无生，啊！若无恁阁等于阁想后回再来讲，啊！无眼耳鼻，无色声，无受想行识，这是识字哦。即马真侪人读识哦，你要注意哦。这字是识，袂使咧读作识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本来无目睭，也无耳孔，无鼻，无嘴，无身躯，无意，无意识，这个是本来，这个叫做恶语本不生。咱来，恶字本不生，搁再来对，饭也是本不生，饭对打来，饭要基本咱食饭要对打来啦。米啊！啊？米来哦，啊米要对打来。啊！情要对得来。土水火风要对得来。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灭啦。啊、哦，这拢唔好带答论呢，啊对倒。都三世来，啊，都米来，啊，米个对答来，啊，都情来，啊，情来要对答来，对个。我捌问恁无？为什么个是什么咯？你昨暝有困无？为什么你爱困？为什么爱困？卖困敢袂使？哎，煞无去啊！你知无？为什么爱困啊？啊？拢无话通用啦！你看什么人外高啦？你用过吗？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反问倒转去啦。
发梦倒转了，你为什么要梦？啊，怎么搁再来？啊，是什么在困？目睭在困，还是咱的心在困？什么都要在困？这叫追求真理啦，都要在困。啥物咧困？一粒上会讲咧，啊，若无即个身躯都袂疲劳嘛，啊，目睭袂客气啦，啊，身躯会疲劳，咱咧。已经卖疲劳啦，所以一合上咧困啦，安怎无？啊，即嘛毋着一上无上分，第九安尼吼，即里袂使读分哦，分一分两分的分，要靠破音啊。佛经啊，来咧读，咱台语哦，口播音真济。比如讲，上五经，啊，恁读做啥？读做五经。啊，若伫下骹，读做啥？啊，读伫下骹就读五，啊，下五、中五、上五，迄是伫下骹，啊，伫面顶爱读做五，啊，迄台语的配音字足济，啊，一上无上分第九，因暗我就甲人讲即个就好。事实上，咱的佛性一切拢总无分啦，无分，这个较大，这个较细，拢无分，拢总共款，说一相无相，虽然有一相，啊，拢总无分。无分别大小，所以一相，下为一相。一相的中间，啊，即马才分开，分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哦，四果，啊，咱伫咧读四果，啊，咱迄个，咱咧拜几果，啊，四果，啊，四果都毋对去啊，大毋对去啊啦。啊、哦，四个个伊迄个无草头，拢总共款，无草头是高位的高。啊，咱煞甲有人讲啊，迄生本爱用四个拜拜，你甲看，迄个金刚经内底住四个。安尼讲了都毋对去啊！迄日啊，读做啥？四果咱台语啊，读做啥？啊？啊，树仔的果，树仔的果读做啥？四果，
思思果，所以行思七定行思，毋好在念七定行行修哦，啊，行行思，哎，思果也是安尼，还是思果。啊，思果因为咱要读这个字，啊，咱用咱台语，啊，拢会走音去。啊，思啊，变做思果，啊，啊，思果嘛会讲的啦，这个安那有意义啦，有一个迄个意义。四果就一年四季，四季果，四季四果，所以会使咧，即个树果会使讲四季果，啊，毋是讲决定要拜佛祖，爱着用四果，要若拜关圣帝君的，爱用几果，毋知啊。伊讲爱用五果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毋知。咱知影，毋通依文解义三世佛愿，啊，恁这都不算在做下咧。啊，去甲入到咱的头壳内，用依靠即个文字来咧解佛经啊，三世人甲佛祖结缘仇，你有无？你有译文解义无？啊？若要用台语啊，台语啊，真读个清，啊、哦，头明白才好。无安尼，啊，凊彩，啊，捌，讲伊捌，又搁毋是毋捌，捌一寡，啊，讲伊毋捌，还搁捌一寡，安尼着五斤大米做一摆滚，对啊，讲，毋对嘛讲。对啊，做毋对嘛做，五斤大米做一摆拢无去滚。一相无相，无相。虽然有讲在一相，初果师陀含，二果师陀含，三果阿那含，四果阿罗汉。虽然有安尼一相一相伫咧甲咱分别，事实上无啦，拢共款，就是讲，原名为一个因果啊，啊中迄点莫点，莫点，啊若点了，读做啥？他做啥？原名啊，手骨迄点莫甲点，他做啥？你连我麦啊？啊？原名一点也未点，就是本是虚空。啊点了，他做啥？啊？点了查出啥？啊！一旦若点了，就变太极啊！哦，无点是无极，迄是绝对的。啊，有相对，世间有相对，有大有小，有相对。